啊，咱各位学员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啊，我叫做潘良华，哈、哦。那么真欢喜今仔大家啊，肯开时间、开钱，哈、哦，啊来遮上咱台湾民政府所举办的这个法理研习营，哈、哦。那么主要目的就是要甲咱69年来。叫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，甲咱下一挂污染的物件伫咱头壳内底，吼、哦，甲咱教一挂假的历史，甲咱骗69年，遮的一挂骗局，吼、哦，咱要来甲揭穿，哦，咱甲一挂历史上的真相来讲给咱大家，吼、哦，啊，这60几年咱头壳内底。底甲一堆的粪扫山，那么要清，无遐简单，哦，无可能讲两暝三工就完全清下了。啊，你一定爱甲咱秘书长所写的这册，其中有一本你一定爱买。即阮在较资深的吼，我拢甲讲一本等于民政府。内底法律上的一本圣经就对，吼、哦，台湾一挂真相地位，大部分拢伫这本内底找得到、哦，啊，当然若要较深的，也阁有吼、哦、几啊本嘞，吼、哦，好，啊，那么咱今仔初级班咧讲，咱一般都拢讲较浅的，吼、哦，较容易吸收的，吼、哦，卖讲较足艰深的，啊，你若对台湾的国际地位有兴趣，吼、哦，那么。你会使好啊，买咱秘书长的册，吼，啊，甲咱啊高级班的是，咱过来上安尼，吼，好。那么我今仔要讲的讲，这个题目叫做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，啊，变作予咱的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。为这个题目，你第一点看来讲，那么表示讲咱即嘛无正常，对不？我讲台湾足奇怪，伫台湾中华民国拢讲台湾，台湾讲到欢喜到，吼，讲中华民国讲到欢喜到，拢讲咱是中华民国，出去就拢无咧讲中华民国，吼、哦，像马英九去中南美参加一个国家的总统就职，伊讲伊台湾来的总统，伊乃毋讲伊中华民国总统，伊讲台湾来的总统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伊拢咧混淆，吼、哦，那么今仔日咱。哦，一个一个，咱来甲看哈。咱来看咱法律上台湾近代主权地位的变化。哦，咱简单了解。拄啊，秘书长有讲过，1895年是日本天皇依照《下关条约》，就是咱较早读的历史课本讲的《马关条约》，为大清的皇帝合法取得台湾甲澎湖。哦，这有经过国际条约。哦，下关条约签署了，合法取得哈、哦。但是中华民国国民党来台湾，跟咱安怎讲？跟咱评讲，日本窃据台湾，窃逃客。哦，伫咧台湾平哦，遮大地，唔知变哪地伫落地啊逃地走吼。讲日本是用窃据啊，你跟咱骗，人是依照国际条约、下关条约摕到的哈。哦但是战后，哈、哦，1945年被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嘛，哈、哦。那么日本天皇投降了，在1952年4月28日签一个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哦。哈，日本政府是依据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，就是头拄啊咱秘书长所讲的，哈、哦、，renounce， 哈、哦、，all title， 哈、哦，啊个。三个啦，就是 claim 哈、哦、，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哈、哦，这三个。那么其实伊只是放弃台湾澎湖的地上管辖权呢，所有权证无变更，嘛是要日本天皇的哈、哦，主权还佫伫日本天皇手呢。OK， 好，好。那么目前台湾甲澎湖还佫伫主要占领权国美国军事占领中，但是即卖依照台湾关系法。委托台湾治理当局，就是以前的中华民国国民党哈，咧代理美国
咧管台湾甲澎湖。所以你会讲，拢无看到美军，就是中华民国国军咧代理美军咧甲咱管，吼。啊，咱阁认贼做老爸，中华民国是咱的敌人，啊，咱迄个以用征兵的方式，硬迄个调去做兵，吼。虽然咱无愿意，但迄个时空背景下，你无去做，甲你来管，吼。那么台湾有足侪问题。首先，咱来先了解咱的身份地位，咱是什么族群啊？咱是什么人？好、哦，这个我是谁？你如果没有搞清楚，啊、哦，我拄仔讲的，你有真有可能会认贼做老爸。好、哦，好。啊，咱首先来讲，台湾都敢若有两大个族群，你甲分两个大个族群。好、哦，这个是到底西部平原。这个浅绿色的这个哈，这个平埔族，啊，包括这个中央山脉以东的高沙原住民族，哈，高沙族即马中华民国哦，伫进前有拢总有14个族是中华民国有成内政部有成立的。那么国外情况，有个增加两个族群哈，高沙族叫做有一个叫做卡纳富哦，这个族。这人真少，嘛几百个呢吼，还佫一个错我袂记啊吼。好，啊，咱最后先来看讲，其实这个西部平原家平埔族嘛有十族，啊，咱所有的台湾人85%拢属这两个族群。你若毋是平埔族，就是高沙原住民啊。那么咱来看平埔族这十族，因住伫对。好，来宜兰家有一个克马兰族，好。那么台北这边再有一个这个克马兰族，哦，就是嘛凯达格兰族啦，就是总统府头前本来有一条路叫做介寿路，阿扁也做总统的时候，去改一条路改做凯达格兰大道，好，哎，就是咧纪念这个凯达格兰族。那么桃竹苗这个所在有一个族叫做道卡斯族，哈，道卡斯。过来中部苗栗、彰化、台中甲南投遮，遮有三个族，有一个巴泽海族，哈，啊一个马木萨，一个帕布拉，哈，有这三族伫中部遮咧活动，哈。过来云林甲嘉义，遮有一个红安雅族。好人公或者洪雅族，哈、哦。那么上大族的一族伫遮，台南安平遮，西拉雅族，哈、哦，在台南地区，这里平埔族上大族的就一族，或者西拉雅族。那么其实西拉雅族也佫有两个分支，语言也真共款，生活习俗也介共款。迄、那个一个叫做大满族。就是伫这个莫拉克风灾哈，1999年8月7日莫拉克风灾灭村去争，因号做大满族哈，迄、那个死500-600个，啊，剩了50-60个。那么另外佫一族，伫高屏地区这个哈，叫做马卡道族，我本身就是高屏地区的马卡道族哈，啊，这个。在社中庭做高雄市市长的时候，为了要纪念阮这族，所以有开一条路，叫做马卡道路，才有开一条马卡道路，啊，这就是在纵贯铁路，跟伊平行开一条，叫马卡道路，跟这个民诚路、逢甲路，这个交叉口这个所在，啊，这个族真少人咧讲，所以头拄迄个图。监管也无写这个马卡道族，吼、哦。啊，我要甲各位讲，你若要记这个族，足好记的。你若记讲，马英九卡在平交道，吼、哦。啊，火车来弄个包死的，哦，安尼你会记的吼、哦。马卡道族，吼、哦，就是咧纪念阮的祖先，吼、哦。OK。啊，他都系大满族，因每一年。拢有办迄个
拼不足业绩，拢暗时啊。啊，那拼不足，因的这个业绩就是因毛牵取牵结，大家手牵手，围着一口啊跳舞，或者牵取牵手唱歌跳舞，哈、哦，牵，大家叫做牵结。爱毛迄个阿姨，有无？就是类似因西方咧讲的这些巫婆啊，哈、哦，算伊算灵媒之一的，就会当。会当医病啦、啊、吼，啊，佮佮佮在祖先会当对话啥玩呢？吼 ，OK， 好。啊，是毋是你是毋是拼不足？哦，都头拄讲的这祖先这个族群内底吼，你会当把你的手弯起来。啊，你若看你的手只有一条凹痕，哦，迄就是拼不足的这个特征。哦，有的人是倒手，有的人是正手，你若弯起来。啊，当然你若较向冷吼啊。肥到迄条线，可能又肩甲病，迄看无吼。啊，大家再看嘛。啊，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讲，你的脚尖头啊，上细肌迄肌，然后臂损的，迄个呐平埔族的特征。哦，好。啊，另外搁一个特征就是讲，伊的肤色啦，吼，伊轮廓较深。啊，肤色有较重一寡，啊，就像我这款安尼，红了小啊，超微大，差不多十一分色安尼，吼，这色的哈，还是双眼皮，啊，这款的特征之一啦，哈，真侪啦，哈，真侪特征 ，OK， 好啊，你等下较看看研究，哦，看你是对一组的，过来你要注意哦，头拄所讲的迄一个区域一个区域迄组，那你即马到底？高屏地区，你不一定是马卡道族，什么原因？因为要看你那阿公的阿公，哦，你阿姐那阿祖，迄阵到底是为对来搬来？因为日本时代了，因为甲路打通了，咧迁徙就较频繁，为了工作的关系搬来唔搬去，哦，所以唔是讲你即马住伫云林地区，你就红安的阿族，哦，唔是讲你即马住伫台北市，你就是凯达格兰族。因为即摆住伫台北市，介侪是拢庄脚，有诶可能是台南搬去，也是高屏地区搬去。啊，你袂使讲，你即个马卡道族搬去高雄大，你会变凯达格兰族，毋是哦，吼。所以你爱查看恁诶阿祖，哦，恁祖公就对啦，吼。看是对，原地住伫对，安尼来查可能较准。好，过来咱来检讨讲。是安怎？咱会摕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？吼，啊，当然拄啊，秘书长有讲过，吼，1946年1月12日，中华民国，吼，用行政命令，甲咱拢讲，咱拢变作中国人，吼，啊，这英国、美国拢抗议。啊，咱来看，伫1952年，日本伫美国的强烈主导之下，要求日本爱跟中华民国。台北签一个台北合约，啊，这个台北合约是伫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了后，才签的哦。爱等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，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是1951年9月7日，哦，就是伫要生效的前差不多6-7个月。就要伊签了6-7个月后生效啊，迄天才来签，才会当来签台北合约，什么原因？其实就是日本已经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了，安尼日本已经放弃这个物件去啊，所以无可能甲台湾阁交予中华民国，吼、哦，无可能，因为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有规定，你若因为51个国家去签的嘛，你若让某一个国家有这个利益，伊若有，其他剩的那50个国家嘛爱有迄个利益，所以无可能生51个台湾朋友的管辖治理权来予其他的国家。所以，我这个可能较深啦吼，我这样先来讲，伊的第10条内底讲啥物？吼，讲就本约而言，中华民国国民应视为。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以施行
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，而具有中国国籍之一切台湾及澎湖居民，公告热热等这天龙会议哈，加一根公的台湾澎湖，啊来到加个公的台湾及澎湖，后边个一个及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，重点在后边这句，这句就是咧讲讲咱本土台湾人，正港的台湾人。啊！而且伊只讲，中华民国应视为包括遮。啊！你会去马英九做台北市长，有讲一句向迄个高沙的原住民讲：“我把你们当人看，有无？”好、哦，有听过这句话嘛？伊讲这句话，其实心内什么意思？啊！恁原住民本来都唔是人嘛，我是把你当作人看，哦，把你们当人看。其实你不是人，我是把你当作人看，意思。啊，咱不是中国人，所以伊把咱当作中国人，嗯，啊，你知影意思不？所以咱不是中国人，吼、哦，咱是暂时又当作中国人来把咱管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就是因为安尼，所以咱摕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，吼、哦。啊，再来，那么是安怎咱台湾人无国籍？啊，这有原因嘛，吼、哦，来，咱来看。头拄啊，咱暂时吼，头拄啊，顶悬迄条，吼，咱是摕着中华民国国籍，还是暂时的，是假的，吼，迄毋是真正咱的国籍。那么伫1952年，旧金山吼，即4月28以前，伫旧金山和平条生效以前，日本政府的法院就已经把咱大日本国台湾人的国籍，吼，咱是大日本国的国籍，把咱取消掉。然后暂时咱就摕着中华民国的这个国籍，但是1972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就是今麦这边的阿公阿，跟日本建交，安尼情形变成啦，旧金山和平条约了所签的迄个台北合约失效。就是讲。原底咱迄个日本政府甲咱，因为法院甲咱取消大日本国国籍，暂时根据头拄啊，这个第十条，咱被视为中华民国国籍，哈、哦。啊，即嘛断交，这个条约是毋失效。所以1952年日本政府的法院甲咱日本国籍取消，啊，这个也失效，所以咱也无中华民国国籍，也无大日本国国籍。所以咱是无国籍，好，好。啊、那么，咱的潜在国籍伫倒位？要安怎恢复？而且在依照琉球返还模式，啊。1945年4月7日，美国的这个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就是尼米兹上将，率领伊航空母舰战斗群去攻打琉球。好，迄阵叫做跳岛战术，跳过台湾。因为迄阵咧，美国嘅情报讲，知影讲日本甲中国东北嘅迄个关东军常用嘅，吼、哦，迄两个师拢调来守台湾。啊，所有嘅台湾拢日本人，因为咱迄阵同仇敌忾。美国人要反攻菲律宾嘅时候，即含日本增加安尼吼，真死伤惨重。所以。伊想讲唔通来摕台湾即地遮大地，哦，即日本人直接甲了甲要600万人，来直接来摕琉球，琉球人较少，吼、哦，几十万人尔，差不多四，迄阵还可能四五十万人尔。好，所以琉球迄个占领了，琉球人，迄个时阵伫战后，若要离开琉球，要等于因日本。迄阵日本本土含琉球已经隔离啊，去用占领，所以琉球人若要等于东京读册，啊就去东京台办做生意，爱向美国的军政府，吼、哦，因个琉球民政府来申请旅行证件，就是护照，吼、哦，代替护照的功能。迄阵琉球变作日本的境外啊，好，但是一直来到。1969年，啊，迄阵
本政府已经靠钱啊，伊跟美国政府参详讲，我爱赔你偌济钱，你较要甲琉球还我。美国政府甲开$320,000，哎，41年前啊，吼，啊，所以迄个时阵，日本甲这条钱交了，所以因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。根据这个琉球返还协定，美国伫1972年5月15日，甲琉球包括钓鱼台，吼，就尖阁群岛，拢还我日本。好，安尼还我日本了，当然，叫琉球人民自然阁恢复大日本国国籍，要登日本也是因得摕日本的身份证就可以，还是因的护照拢也在，就这样自由 出入日本，迄算国内线啦，啊，本来是国际线，即马回归日本登了了，就变成国内线啦，啊 ，OK， 就敢若讲澎湖人若要来飞来咱本岛台湾岛，即马暂时拢摕中华民国迄个身份证就可以，免摕护照，嘛免去甲美国签啥物，啊，因为这算国内线。OK， 好。那么国际有分属地主义甲属人主义。属地主义就是欧美的国家，大部分拢是属地主义。属地主义有一个好处，只要你一个这个国家，啊，比如美国，伫美国国土内底所这个富人人所生落囡仔，还是伫美国无人机顶、美国的船仔顶所生落囡仔，自然取得美国的国籍。安尼有一个啥物好处？这个囡仔以后大汉，伊会听伊美国这块土地，伊袂讲大汉了去为着要趁钱来生产一挂污染的工业的废水啦，啊，污染的这个物件，哦，来污染空气、污染土壤，哦，啊，是食品生产一挂有毒的食品，伊袂较袂做这款代志，哦，啊，这是属地主义，会认同那个地方，这个好处，哦，那么那伫东方，有汉人所统治过、有影响过的所在，拢差不多叫做属人主义。就这个爸爸无论移民去到对，所生落来囝，伊拢讲叫做华人，啊，未融入当地社会。那伫当地啊，比如讲华工啊，吼，迄阵较早，比如美国咧建设大西部的时候，爱开铁路，啊，真侪人去旧金山遐啊做铁路。那么铁路做好了，啊，无钱通去甲因遣送倒去，啊，因就留伫遐就地，吼，哦，底下因拢会中国人遐华人会集成一堆，啊，哦，一个区域叫做 China Town 中国城，啊，所谓的 China Town， 我伫因美国人来看，还是西方的人来看，都，就是上落后、治安上歹，啊，哦，上太过的所在，啊，哦，因中国人若伫遐赚到钱，因未回馈当地，就干那想讲要钱要寄当因的故乡，吼，哦，台清还是吼，哦，要起大厝，要光宗耀祖，干那安尼俩。啊，所以人先来排华，就是你拢要拢无回馈当地，也无融入当地社会。哦，所以美国遐咧排华，欧洲也咧排华，印尼也排华，马来西亚嘛排华，两三个月前，吼，哦，越南嘛咧排华，哈，哦。啊，个咱来注意，咱台湾人的血统，这足重要。有一句话，有登山讲无登山嘛。较早我听到这句话，我拢嘿对。因为迄阵民政迄个四人叛变了，台清甲消灭掉。但是台清消灭民政王朝了，伊有设下海禁。就是将来台清那边的人民拢袂使来台湾，由于派过来的官员会当来呢，吼，哦，虽然都无，反正这个禁令禁的袂使来的对吧？但是嘛，就有一挂人会逃走来，什么原因？应该就是作奸犯科，啊，就花啊钱无讲纳的，纳不好的，走来台湾，吼，哦，诶，欸，啊，来台湾的拢。大部分拢是查甫的嘛，吼，无带那边的查某来，所以查甫的吼，哦，走来台湾了，若要娶某，就爱就地取材，娶平埔族，还是高山的原住民，哈，哦，所以
即句话安尼听起来，敢若有断章，讲无断章嘛，敢若对吼？其实我不也想想，唔对。啊，咱台湾阿公敢拢死了了呀？迄断章走来阿公无几个，吼、哦！而且你会记迄阵，咱较早台湾平埔族是母系社会，是妈妈这边妈妈咧做家长哦，做护长哦。唔是即马中国人来吼，台青来了，开始改做查甫的吼父系吼做护长。以前是这个妈妈，这个女孩子掌握这个家庭的经济甲发号施令的大权。你记咱有听过一句话讲，牵手，有无？啊，咱你我。以前唔知是拢叫做哦，是查甫去牵查甫的手，做牵手。啊，咱咧即马咧讲太太拢讲还即块牵手，其实较早唔是安尼咧，哦。啊，你有捌听过一句话，叫做招翁，有无？迄是查某的主动去牵查甫的手，招伊转来做晚翁，是安尼来的，哦。女孩子迄阵咧。靠权威，好，所以女孩子恁莫看轻家己，早期恁是一家之主，好，啊，这个登山公，较早人有一句话叫做罗汉卡，捌听过无？啥物叫做罗汉卡？就是伊伫大清迄边，一定生活过袂落去，啊就作奸犯科，爱走路，或者钱无得袂。唔较爱走来台湾，走来遮避。啊，伊一定生活了无好，唔较要走。啊，来绝对无财产，无啥物财产走来嘛。所以来，第一个先打零工，有工做工，无工就做乞食，对不对？伊无厝嘛，啊无厝，暗时要困底，困袂有事。啊，庙修是壁拢有画迄个十八罗汉，伫壁下骹，罗汉下骹，所以叫做罗汉卡。啊，即当初讲大部分拢罗汉卡，啊，咱个母系社会女孩子会去招伊来做翁吗？足少个。比如讲，迄、那个当初来即个罗汉卡，足缘投个，生了像。即卖刘德华啊，就金城武。啊，咱个台湾女孩子，啊，老娘有钱，啊，欠一个烟斗啊，送尔，啊，都来，招你来做饭，咱个洗好清洁，啊，都买新衫五千，都人模人样啊，好。所以，莫许即句话骗你哈，咱台湾阿公足济，啊，即唐山公这比例足少个。哦，差不多万分之一，看有无？哈、啊，好，你来注意看，登山公，你来注意，登山公来台湾，十个来，六个爱死的，台湾海峡乌水沟，因迄阵的船啊细只，小寡一个大风浪，规只船变过，规船死了了，所以十个来，六个死，三个留落来，一个，大家可能水土袂合，啥，搁酸断。但你注意这三个留落来，但我咧判断逻辑分析的结果，这三个总计活一个呢？什么原因？来，你来看，1874年牡丹社事件做咧。牡丹社事件，就是迄当时琉球一个宫古岛的这个渔民，拄到海南吼，迄、那个风台吹，船啊吹歹去，啊搁浅，啊为这个。满洲的当兵，这个东海岸避开，结果用南台湾族，哈、哦，屏东有台湾族分北台湾、中台湾、南台湾，啊、哦，满洲那边的台湾族高佛寺社的台湾族，因为产生误会，哈、哦，有50几个迄个台系，啊，有12个迄个这个平埔族的保利村遐人，甲护送去凤山府城，甲送登去日本。哦，经过大清，因甲送登去日本。那么日本外交部门就向大清抗议，
讲是安怎恁个台湾人、台湾日本人，来请甲回批吼、哦，用白话讲就讲，枋寮以南吼，枋、哦、山、枋寮以南，迄种山地啊嘛，因为差不多到枋寮，迄、那个屏东平原头到枋寮，佫过着枋山，枋山遐就拢无平原啊。伊讲枋寮以南，非我大气。迄个为藩邦之地的对吧？哈，非我所管辖。啊，什么意思？迄都唔是大清的领土了对吧？迄是高沙族，头拄你啊看迄中央山脉以东，迄拢是高沙原住民哦，非大清所管辖哦。啊，所以以安尼来推卸责任，所以日本政府佮发文佮讲，啊，若唔是你所管辖，安尼我要起兵。来个讨伐，大清哥哥回门讲：“伐与不伐，由贵国自裁之。哦，你要去个讨伐无？恁家己决定。哦，日本政府阵拄啊，明治维新，有去澳洲向德国普鲁士啊，因、哦、的陆军学一挂陆军作战的技术，啊，找无所在通去练兵，啊，拄啊有这个机会，准派3000名哦。”迄、那个西乡重道，吼、哦，就一阵啊，起兵就来啊。为迄个车城，迄个沿海边啊，一个车寮，迄个地区上岸起来，开门修建。但是日本军是正规军，咱个高沙这个牡丹社南排湾组是干呐用单发的迄个步枪，佮介只是拢家己做个，吼、哦、啊，用弓箭啊，还是长矛。但是咱个高沙即个牡丹社的人，做个游击作战，哦，做个丛林战，所以日本军也讨不到便宜，好、哦，尤其暗时啊，遐呢高沙原住民夜袭、突袭，来无影去无踪，因无用枪，用迄个都弯弯的，迄个都开山刀、反刀来削一个，暗棍啊，迄个毒去啊，所以日本军吼。哦我那鬼啊，起笑，啊都唔知安怎死的，啊迄产生恐惧啊，吼、哦，啊所以日本军干呐，日时啊干出去修建，暗时啊就搁班师回朝，等下伊个兵营，因为伊那去暗时啊拢有突袭啊，拢有夜袭，拢有吼，红八戒了对吧？请暗慢慢在被开队，吼、哦，所以因干呐伫个石门古战场。底下死五六十个，结果底下拉锯战，啊！日时啊去拍，啊！伊家去砖头，迄阵拢超出范围小小点，啊！所以高山原住民就往那个内山迁徙，但是暗时啊拢会出来偷袭的对吧？啊！所以伫这个情形下，日本军底下进退两难，拍不赢，没有决定性的胜负。哦，到尾啊，因底下破病死的死五六百个，真正见死的五六十个呐。破病死的，怎呐？因日本是寒带国家，哦，我去日本几啊摆，我唔捌伫日本讲有看到蠓啊，就好神。啊，叫因来，干那迄个蠓啊，定着着登革热啊，啊，着拽个啊，迄阵也无药啊，蠓啊定来死，蛇咬着也死。啊！来水土部食着无清洁的物件，因好像咧飞嘛，去沾迄个腐肉，啊，过来沾你嘛边啊咧食的物件，哎呀，沾着，食食大家闹屎就死啊，脱水就死啊，着可乐啦，着马拉利亚什么病拢来，迄个热带病。因虽然有军医，但是因唔捌伫热带所在做过研究热带疫病的这个。病例，所以日本政府伫马关条约摕到台湾甲澎湖了，因赶紧成立一个热带病理医学即专科的这个研究，就是咧研究台湾即个卫生的问题。所以日本人来到台湾，对卫生作重视哈。OK， 所以你甲看，中国来这三个留落来，大清来敢会活？来嘛是蠓仔叮，因无基因嘛。啊、哦，无迄个抗体啦，唔是啊、哦，好，过来，
这摆国家的人民拢爱离开台湾，所以嘛保存了咱本土台湾人有85%以上的原住民的血统。我开用原住民，原来这块土地主人的人民，哈，不是原住民，原来的主民哈。咱来看荷兰，又电线杆甲拍败荷兰人2000几个，本来修理热遮拦城，好，嘛是撤退。OK， 郑氏王朝。又大清甲消灭，政治王朝台死个煞，台无死个嘛掠掠，只俘虏拢拢掠等于大清，伊无爱互你留大只，后日再佫继续跟平埔族个佫夹夹做伙，佫叛乱，吼、哦，要佫反清复明啊，所以拢总掠掠等。过来大清又日本拍败，哦，大日本帝国签马关条约，内底有一条。予你大清住伫台湾的这人民，正港的大清的人民哦，吼，就是伫大清迄边，伫中国遐来台湾遮，予你2年的时间，你2年你考虑看卖，你若因为我管你无欢喜，你会使变卖家产，吼，你等于大清。啊，2年若满你无走，我就甲你当作日本的臣民来甲你管理，吼。但是结果到尾也是。算算的村伫台湾的，为了大家做生意，差不多剩8000几个人尔。但咱那时阵，日本来台湾管台湾的时，台湾的人口迄阵就要300万人啊。啊，伊8000几个台青的人，伊毋是，伊是为了做生意较留伫遮哦。吼，好，啊，这你甲算，甲中国1万人是3:1，有无？咱本土的台湾人300万，因8000几个甲当作1万人。等于300:1呢，好，所以这些外国来的这些拢走嘛。大日本帝国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，吼，迄个美国甲拍败了，中华民国来了，嘛是加，迄阵咱台湾已经差不多600万人啊。那么日本迄阵派30几万日本的军公教人员来，甲包括伊的眷属来台湾，来管理台湾。其他的30几万人，嘛是许中华民国用船啊，拢甲载来等于日本本土，好吧？迄阵佫规定，干来会当你要离开，干来会当炸1000块日币，啊，10公斤的物件，剩的拢袂当炸，好。所以中华民国算较夭寿，哈。所以你看，所有别个国家来，吼，到尾拢来离开。包括中华民国嘛，特别离开啊，吼、哦。所以，这些人拢一直离开，离开。所以，咱的原住民的血统，哦，咱不论平埔族，还是高山族，咱拢有85%是咱本土的基因，哦，外来的基因足少，哦，荷兰人留来的基因少，郑氏王朝大清留来的基因也少，日本人来台湾50冬尔，都。各乡请回来，好，好，好。那么日本时代台湾人的户口登本，即马哪会封造甲一搭一搭安尼乌，吼安尼对无？啊，你知影啥物原因无？日本人做代志做定金，一步一开。伊来台湾要管台湾，伊爱甲台湾弄清楚，台湾内底有偌济人，即、這个砖头住偌济人，啊，即、這个砖头是对一族群的人。伊拢去甲调查足清楚，安尼，即个族群是拢讲啥物语言？吼，即个社，即个庄头是讲啥物语言？拢调查足清楚。啊，做户口名簿，做户口成本，啊，即是咱的身份的密码拢伫遮。中华民国国民党来，看了这，哇，啊，这他会使分知影讲伊是本土台湾人。拢甲糊掉咯，无你知影你做一个人。其实遮着著名内底有诶，日本人来调查，先来，好比讲来到台湾，啊，你即个砖头来先听看恁拢讲啥物话，哦，啊，你遮拢讲客话，啊，伊个咧写啥？写广，啊，你无记住讲你广东遐来，毋是哦，是你。
这个道卡斯族，你的维语、你的族语、你的原住民哈，你平埔族的族语已经不要讲啊，已经用大清官212当去同化伊啊，你干那剩下讲广东话、客家语，所以跟你写广。好，啊，即马来到高雄，迄阵去打到哈，哎，啊，这下人拢讲闽南话，哦，伊在写。啊、你就忘记马卡道族的族语啊，剩下讲闽南语，伊改写福建的福，哦，好，啊，过来，来到你这个庄头，哦，啊，恁拢大部分拢要搁要讲这个高山的语言，啊，平埔族的语言，好，那平埔族的，伊改写熟番，啊，那高山要讲高山的语言，哈、啊，还是讲比如。这个泰雅族的，哦，你拢要会讲，这个长头拢要会讲，伊甲你写生番，哦，咱台湾人用叫做番番啊，吼、哦，各分青甲色的，生番甲熟番，哦，对不？哦，咱拢平埔族的讲平埔番啊，啊，高山的讲青番，哦，啊，伊就是不要知影讲咱的身世，你若知影讲你家己。是本土台湾人，只是跟他差一个唯一已经无同呀。用同话讲闽南话，就给你写福；讲客家话，给你写广。好、哦，伊不好你知影只，所以就给你糊掉。好、哦，这就是中国国民党买来统治咱。伊拢讲啊，咱拢变作，咱拢回归祖国，咱拢变作中国人啊。啊，介只人就安尼又骗伊啊。我们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，我们炎黄子孙把我们骗、哦、好，再来，这今年的2月25日自由时报报的台南市、哦、被要求撤销户籍住籍熟，南市政府斥内政部管太多、哦、这报纸报、哦、这个熟番他说非法定原住民民主、啊、这台南市政府在美国管了太多啊！伊就是不要咱知影讲咱是收番，哦，咱若住伫西部边诶，伊不要咱知影咱是咱只原来的主人。你若是主人，你会有做主人诶款，我哪会要互你外口来乱搞管？啊、哦！诶，台湾迄落闽南话有一句诶，乞食官庙公有无？中国人1949年国共内战战书走路来台湾，哦，啊来遮咱。就可以大，吼、哦，庙就伊大，大大讲，就是大久吼，讲乞食分久，过会分无聊，过会人怪啊花，过会官庙公，吼、哦，讲我来遮住69年啊，台湾即块变我的，靠这个理由，吼、哦，根本中华民国是美国委托伊来遮做。你是讲一栋大楼，这栋大楼叫做台湾大楼。美国叫伊来个，你住楼卡，所谓是你搞管搞搞过这栋大楼，伊是做警卫尔啦。啊，你别当讲你直接做警卫做69年啊，讲这栋大楼变你个、嗯。啊，你拢唔免问处处。好、哦，我定来讲台湾有两个主人，一个叫做握有吼。哦拥有所有权状的日本天皇，另外一个叫做债权人，就是美国政府。日本天皇建书，把台湾平和等于占据，所有权证抵押在美国手里，但所有权证顶外名还是要日本天皇哦。但日本天皇若有钱来跟美国政府参详，啊，我还阁赔你偌济钱，你要把台湾平和还我。在等这个时间，那么这段时间美国占领，伊要负责台湾的安全，所以阿公啊，若要来摕台湾，美国爱跟伊输赢。哎，我是债权人呢，啊，你要搞台湾要摕对啊？这顶我一个，我这手表啊，哦，敢若讲我摕来当点当，当3个月，当给美国啊，比如讲这美国人开当点，这3个月来。这个表你也顾好哦，
连讲我若有钱，我摕来要来赎回去啊！你无讲三个月还袂够，我摕钱要来赎回去的时候，你讲无咧？迄个阿强我退伊安尼？美国你要安怎做世界警察？做世界老大哥？所以美国无可能放台湾朋友迄个阿强我退，因为美国伫台湾朋友有美国的利益。军事上的战略利益也好，因为台湾这块土地拄啊，我伫干呐，你若看下地图，改成一支剑拄伫阿强颔棍，也是拄伫心脏窟啊只，吼、哦，所以对美国来讲太重要了哈、哦。好，那么中华民国军政府来台湾，伊安怎来用这六招来，甲咱台湾人治理甲服服帖帖，拢准无力通个反抗，哦，即个咱也知影讲咱失败伫对，迄、那个中国国民党，吼、哦，伊用对六招，咱来了解哈。啊，来第一个，利用二二八屠杀台湾人的精英三万人，这三万的精英，拢是地方的高人，拢会当带领地方的人起来抗暴的。这人才是日本政府开五十年的时间，才训练出来。结果，伊利用二二八事件，按照名单，甲地方的属性，吼，这些高人拢抬抬死。过来第二步，你搞垮金融与经济民生。伊来到台湾，迄阵台湾内底仓库、糖、油、米、盐，拢日本军伊的后勤真霸。仓库拢积甲甜甜，台湾物产丰富，一年三收，两届稻米，寒天迄个是杂粮，番薯啦好啊，玉米也好啊、哦，大豆也好啊、哦。台湾人迄阵拢有米通去食，但是中国军来了，1945年来台湾了，发现台湾真正是宝岛，哇，物件遮济。就把这些糖、油、米、盐，拢搬搬去中国上海去招租去啊卖，因为迄阵国共开始咧内战，啊，你知影战争，农民嘛无心好啊顾遐个农作物，所以拢欠粮食，所以物件伊啊卖拢乌市价钱拢几啊倍，啊，一直一阵一阵一直运糖、油、米、盐一直运出去。到尾啊，台湾人煞无米通去食。啊，中国人真了收。迄阵咧借台币，用纸一直印。哦，麦克风啊，你讲一句话者，十块台票，伊就印十块给你，用纸甲你换真个物件，用纸甲你换所有个，你所有个物件拢甲你换，一直印，一直甲你换。啊！咱台湾人物件迄落换了了，换到台湾人厝一堆钱一堆哦。但是迄阵的米一直起价，一至三次，一只一斤米十块，下昼二十块，下暗三十啊，明仔起讲六十啊，后日起讲百二啊，一直起起，起价若要买一斗米，爱派几部地钱去。啊！怎啊钱伤济啊？伊甲你创对一步，1949年6月15日，甲你用一块的新台币，叫你爱摕40,000块去甲咪换，40,000换1块，安尼40,000倍呢？咱即摆若来通货膨胀，有无？即摆若来起一个3%、5%、5%，又加起一个3%、5%，大家哀叫。迄阵是起40,000换1块是40,000倍啊，起一倍就不得了啊，佮40,000倍。所以，所有的台湾的好家人，你若要领导抗暴，你嘛爱买便当、行路工，拜托，像即摆爱请游览车，搁爱请人食两顿至三顿。那我便当出来，透早就爱出来。凯达格兰大道，那你空气有无？我便当啊，透早就爱出来啦，食早顿。中途会倒个便当，啊，我哪来到遮吼，拢过早啊，吼、哦，食便当了。差不多准备要游行啊，吼，两点游行，
啊，行来到凯达格兰大道头前，讲要暗啊。上过我拢听头前遐细卡讲演讲了，我着爱准备转去啊。因呐，路途遥远，所以我无可能讲等到十点结束啊。我那五六点，我着伫落跑啊。啊，我有一届陈云林来一届，一届话吼人足济，我惊塞车，所以我若提早走，结果嘛是塞车。阮伫桃园有一个民间的迄个交流道，迄种因办的迄个食饭的所在，阮有订到。但是阮去吼，阮算迟到啊。阮的桌声煞人坐咧遮，你会知影迄阵，来去抗议的拢是年纪较大，拢差不多五六十岁以上，七八十岁咧，拢头毛拢白。阮的桌声有占的，阮那个服务小姐，迄个可能新来，讲啊，阮的桌声。啊！人占伫遐食饭，诶，小姐探头看，啊，无要紧啊，恁等者，迄桌阁食无偌久啊。我听者，我要收啊你，等下红蒸。看迄桌拢白头毛，阮是看拢白头毛，啊，但无想讲伊甲你应一句，哦，迄桌啊，迄桌阁食无偌久啊。啊，台湾人吼，古锥着安尼，咱吼。尾仔我甲想想诶，哦，即二三十年来，我著参加民进党，参加建国党，啊，尾仔拢失望，吼、哦。啊，陈年年迄件，吼、哦，我阁去参加，啊，尾仔想想，啊，咱台湾人吼、哦，我尾仔想讲，啊，民进党吼，敢若拢咧配合国民党，国民党甲咱高压统治，甲咱骗，甲咱安怎呢？啊，互咱老百姓啊，拢足受气诶时吼。几百岁，我们倒开时，民进党就好来，咱来台北一日游，游览车招嘞，来，凯达格兰大道，花口翘翘嘞，共满腹个万分拢吐露出去了。虽然去倒来做牛做马，搁趁钱交税金，互国民党开，是毋是安尼？民进党作敢那是国民党个泄压阀，咱个高压快锅，伊敢那迄粒迄个安全阀。那压力伤大，台湾人要病伊啊！放我来，带恁来泄压，来凯达格兰大道抗议者。我那走几下抓那身啊！啊，所以台湾人迄阵，佫较好个啊！你拢四万外一块，你拢变三只。你迄阵有四千万，然后比如你即马有四千万，甲你四万换一块，你即马拢存一千块呢。咱即马一千块。你开足紧的呢，走开连就无去啊呢。哦，我高雄要坐来只一千块，高铁阁无够呢，高铁要一千四啊五的哈。好，啊，这个经济民生，所有的糖油米盐，拢要换换，也是运去中国去了哈。台湾人无白米好食呢，拢食韩式签呢。我做囡仔哈，韩式签食有够济呢。阁是韩式签干哦。佫真侪拢是臭香的哦，迄猪笼足臭的哦，要食白米足困难哦。我印象足深，我若要食白米，就是阮的亲戚、阮的后头、我妈妈迄边哦，阿姑阿姨因有来小炊，我妈妈就会白米下一挂伫顶悬的。但是等阮要去食时，我顶悬白米人拢乌去食掉呀，我嘛就佫食下骹番薯签，哦，还有了几粒啊。伫个顶边吼，哦，几粒仔米特别香，足好食。啊，五六年前，我为这个农改场有摕到好品种的这个番薯吼，我伊个种甲生，啊，我阮爸讲，爸，我种番薯，我煮番薯烤饭互你食好唔？好，真好食足济样，甲迄阵了咧惊咧。啊！即卖煞好个人咧食番薯签咧，食番薯饭咧，吼、哦！哦，真正有阵仔拢咧行番薯，讲迄食健康爱挂皮食，有无？啊，有人食鱼翅有无？好个人拢食鱼翅。朋友咧讲，我带你来食鱼翅羹，我唔啊，我无爱加工，我若食着鱼翅拢嘛废掉。啊、哦，好。啊，那么迄个时阵。台湾人，你看遐可怜，
我即马韩日饭煮哦，啊，调人煲两三块韩日锅啊，甲用白米甲盖的，阮爸食食食，去食着，嗯，啊，即马韩日他食好食，伊拢迄个观念拢较早韩日拢臭臭香的歹食的，即马食了，隔无几工伊脚踏车骑八十几个，要骑脚踏车算袂歹，骑迄个农场甲我问讲，啊，你的韩日店伫底？我家来插一挂来种。我伊要种啊，吼、哦！较早食甲惊着人，吼、哦。好，过来，你无钱，你就搞不出什么名堂，吼、哦。钱不是万能，没钱万万不能，吼、哦。过来，大地主甲你变小地主，甲你用什么三七五减租，耕者有其田，有无？啊，你甲想，伊靠扎土地来台湾。中国国民党、中华民国敢有炸土地来无呢？你要耕者有其田，三七五减租，你伫中国你啥物意思是？你在台湾，这拢唔是你的土地，你在咧挖，在咧乱刮，你乱规划，三七五减租还是啥物话？你心拢袂听嘛？反正这台湾人的土地，也唔是我中国人的土地。安尼大地主变小地主了，大地主本来伫。地方嘛，化水会跟动，会当带一批人去抗暴的，原来无力去啊！吼，所以无领导人，无钱，吼，啊，这嘛大地主嘛变小地主嘛无钱，无钱无人，你就变无领啊！后壁佫有白色恐怖，你把台料、精英台料，你剩的你若要铺头去啊，你若讲唔对，伊就掠去关，吼，去掠到深造啊，去读绿岛大学。所以，当然有一句话，顶日白拢讲，囡仔人有耳无嘴，饭加食寡，话减讲寡，哦，唔好去插政治。啊，国民党嘛真巧，伊足希望恁拢莫插政治，政治拢互因来插，拢因咧做领导人，拢大官拢因咧做，啊，咱拢干呐，属龙工商，哦，去食头路。去开小工厂、小企业，趁钱纳税金，予中国国民党开。过来，敌性反转、身份错乱的移民教育，安怎敌性反转？头拄仔秘书长有讲，中华民国牵咱大日本台湾，咱是敌对的。以前咱咧修建的，咱的日本皇军。把中国的大半江山沿海在新闻拢占领起来，把蒋介石赶到去秘鲁四川的重庆雾都，对不？或者重庆政府，啊，南京成立一个汪精卫政府，哈、啊。所以，伊跟咱是敌对，但是战后日本天皇投降了，中国军1945年10月25日来了，跟咱划安怎？各位台湾同胞，我们通通回归祖国的怀抱。我台湾人本来是战败作弊去的哈，反而讲啊，中国军来，咱唔知又糟蹋安怎无？向我讲哦，我们回到祖国的怀抱，啊，咱本来战败，啊，即马跳过来做变战胜国，嗯，大家嘛跳过来。台湾人有哪一个用币甲咱啥？好。尤其是东京的涉谷事件的人，所以台湾人买啊，迄个日本人看袂起，就是讲为了加分一包米，本来迄个就拢是留学，台湾去遐留学，啊，伫遐食头路，吼，伫遐大汉的台湾人，战后东京吼，迄阵嘛是物资足欠的，米原来足贵的，但是。占领军吼，中华民国去遐咧宣慰，伊甲咱骗讲，啊，你拢会当回归祖国，吼、哦，并跳过来战胜国，做中华民国国民，你会当加分一包米，哦，一斤米安尼，甲一人拢跳过，所以发生涉谷事件这种，大家拢跳过做中国人，并战胜国，啊，拢要为了加分一包米，所以跟日本人伫遐相拍冤家，吼、哦，迄就一个东京有名涉谷事件。啊，这就是
把咱敌性反转。咱本来他们是敌人，伊跟咱讲我们回归祖国啊，戆刀人为了短期的利益，拢总跳大部分，无讲拢总，真侪拢跳去挖国民党。哦，就像即马甲一台湾人去支持国民党，就是敌性反转、身份错乱，这个中国国民党先攻的愚民教育。过来用假民主选举，你甲看即摆选举敢有民主？用黑道白道，吼、哦，用政策买票，甲军公搞，吼、哦，足好的福利互因，甲因扭条条。过来用黑道，你要做八大行业可以，时间到选举到，你票爱甲我开出来，吼、哦，啊黑道去买票，搁炸关公，炸妈祖去。钱你收起来，就现互你看。观光有看到，票爱投出来。台湾人足好哈，啊哟，啊咱有讲收钱啊吼，啊观光阁有看到，啊爱投带投。伫美国无人咧卖票的啦，你一个人的人格敢迄几百块，早期阁敢有够俗的，一包粉我会去当时我才一包十块。用十块就给你成，用一块沙文，还是一包米数，就给你的人家买去。这是后面的人感觉足不可思议的。恁台湾人哪会遐短视近利，出卖家己？吼、哦，安尼所以大家咱选举拢会选输，就是安尼嘛。起跑点不一样，国民党有东山，日军的民进党三 PP， 吼、哦。恁那么较早迄阵黄信介。伊东山吼，无东山，啊，党个开销遐大，伊拢卖厝卖土地安尼咧支持这个党个成吼，所以我足钦佩黄信介吼。OK 好，那咱来看外来种个植物吼，啊，这真济，哦，以前荷兰人来，个只拢是荷兰人引入来，好，咱来看，这个叫做番石榴，这个叫做番茄，这个叫做番仔姜。咱刚才讲啦，咱伫土家迄个叫姜嘛，啊，较早无这款红色辣椒，吼、哦，这是外来啊，啊，做外来，啊，原来嫌，嗯，哦，啊，这较早毋捌看，啊，这外国来，你注意看，外来拢会加一个番石榴，番茄，番仔姜，对不对？过来，番薯。番薯，啊，那闽南语，因为咱要用迄个番吼，啊，麻烦啊，用番薯较紧哈，所以其实是番薯啦哈，番薯啦哈，啊，过来，番麦，番麦，玉叔叔，番麦哈，番麦啊，对不对？搁有，即往那外国来，番仔花，对不对？外国来拢总叫做番仔会，啊！你会记李登辉咧骂国民党哦，外来政权。啊，那外来政权是咩？叫做番政权。因伫外国来叫做番，所以咱台湾人介只头壳无清楚，包括老话都讲唔对。有遐老士官长，吼、哦，遐老兵有无？然后叫我来去做兵，拢嘛讲遐老话，其实唔是啦。我话是咱本土的啦，因爱甲叫做新番薯啦，啊，若要甲用较轻视的，爱讲新番薯啊，哦，闽南语呐，看尾音就是轻视，像平埔族，啊，我定用讲平埔啊，就是迄个人轻视我，哦，车较大只，啊，你呐，较大车较细只，对不对？咱拢嘛讲拖拉库，无人咧讲拖拉库啊。拖拉库拢嘛做偌济个，我毋捌看到拖拉库啊，细只个无，哦，对不对？所以，伊遐老兵爱个叫做新番薯，新番薯啊，咱较是老乌啊。你敢有咧讲，咱拢嘛讲乌啊，无人咧讲番乌啊，哦，拢嘛讲乌啊呢，
表示蚵仔是咱在地的，吼、哦。所以毋好讲因老兵叫做老蚵仔，咱是老蚵仔，咱自古早古早，咱就住伫遮，吼、哦。因是新汉是外来，吼、哦。过来，国家民族错误认同的，吼、哦。咱拢错甲中华民国当作五国，吼、哦，讲我是台湾人嘛，是中国人，错把中华民国当我国，吼、哦，真足侪人讲中华民国是最大公约数，大错特错，吼、哦，唔好有洗脑。中国人拢甲伊讲，啊，咱拢是台湾人嘛，是中国人，即号做混淆视听。所以我若拄着有人安尼，吼、哦，你甲我讲这个，我拢甲消遣消遣转。你是人嘛是狗，我那个小见，有影咱拢原科呀、啊。咱以2008年啊，马英九拄啊得总统啊，十月份陈云林来台湾，迄阵马英九下令，为汤机场到台北市沿路袂使有出现中华民国国旗，所以派警察出去咧搜查去修。然后插国旗拢收收起来，啊，有诶甲民众抢，抢啊，后等个等半撮人，啊，咱台湾人，咱陆军诶，竟然摕中华民国国旗伊阿咧顶，咧捍卫中华民国国旗，安尼你看，台湾人头够歹无？国民党诶警察，既然咧收旗啊，咱嘛爱对伊收，伊压，咱嘛爱对伊压，压落歹甲等垃圾桶，啊，摕陆军诶旗啊出来。凸显台湾嘛，唔是你煞在咧，人中国人无爱，拢咧等等因的车轮旗啊，啊，你咧摕中华民国旗啊，在咧顶，咧捍卫中华民国。颠倒台北市，五千旗伫遐摇摆，国民党政府还阁派警察去甲顾，惊日军迄个抢落来搞破，就放火烧。啊，你看这，人咧顾一支，这较是因中华民国的头家吼，马英九的头家的旗啊。马英九若拄到中国个吼，迄西卡来着，像陈云林来着安尼吼，家己个中华民国国旗着收紧紧啊吼。好，啊，咱2012年伦敦奥运会吼、哦、来做一个咧。本来伦敦市嘛挂一支车轮旗只，中国虽抗议，所以伦敦奥运会委员会赶紧把这旗啊收起来。阿公阿控伊讲，阿、啊、你那也无依照奥运模式用迄个五环旗，好吧？阿、啊、一个梅花迄、那个，阿、啊、这王台湾人搁底下咧提这個，搁底下咧捍卫中华民国有无？啊，包括电影《三太子》，这上有台湾味的，台湾这少年的，啊，嘛是走遐咧听。这个电影《三太子》是2009年。单局高雄市长办了四大运的时候，这个人请起来，啊，这做台湾味的，结果所有利用都在分这个车轮旗，啊，这嘛是国民党教育成功，这少年的才拢对对去，哈、啊，好。但是咱一直甲骂，连续骂三年啊，哈。那么今年中国国台办哈、啊、六月二五来，伊这个主任张志军来，你看都无车轮旗啊，也无五千旗。嘛哈，哦、表示咱个美美较有效啊哈、哦。好，那么国家认同错误的始作俑者，哦，咱即摆来检讨日军这边的始作俑者，哈、哦，国民党那边就无讲啊哈。来，中华民国民进党台湾前途郭启文讲，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叫做中华民国。这作者哪里？李登辉咧做总统的时候。伊捌讲过，中华民国在台湾，好无？即句话依稀可以看到中华民国流亡的痕迹，因为中华民国本来毋是伫台湾，中华民国是伫中国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大陆迄边。因为战国共内战战败，较早来伫台湾，所以中华民国即马在台湾，不是在南京。啊，你若讲要出卖台湾，无你嘛卖一个较好价咧，啊，卖卖大家来分。结果你注意看，
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，名叫做中华民国，等于台湾等于中华民国，安尼有买无？无买直接用送的，安尼有食力无？好，过来看，蔡英文中华民国民进党的前主席，好、哦，伊2011年代表民进党要选中华民国流亡总统，伊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中华民国已经唔是外来政权，是台湾政府。同款，连卖都没有卖，直接用送的。所以这两个拢总做做甲董主席，陈水扁佫捌做甲流亡的中华民国总统，啊，拢读法律的，啊，头壳结果无清楚，哦，这安尼讲了到底，台湾人拢可以就把中华民国当作我国，对不对？那么有真侪咱错误的言辞，吼、哦，咱即马爱来改过来。好来，外省人啊，啊，即句唔对，啊，咱要安怎改？外国人对一半。台湾，敢若有两种人，吼、哦，你可能讲，吼、哦，啊，就一半查甫的，一半查某的，啊，唔是啦，结过婚呢？一个就是本土台湾人，何谓本土台湾人？好、哦，这有一个定义，就是1945年9月7日，头拄啊，秘书长有秀一个日本的迄个崇光葵签投降书迄天，迄天拄啊签投降书，外国的军队、外国人拢还袂入来台湾，好、哦，所以阵住伫台湾，即拢叫做本土台湾人。包咱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，包括伊所生传落来后代，咱就是拢叫做本土台湾人。剩的拢总叫做外国人，好安尼做个分的对无？无论你不外国来遮食头路的，做记者做啥，还是派来遮做领事馆的人员，哦，你英国来，你就英国人嘛，啊，咱拢统称外国人。所以，这个台湾无外省人。因为你若讲，因为做外省，啊，咱台湾叫做本省，咱就变中国的一省，咱唔是啊，咱是大日本帝国的台湾呐、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啊，甲改做中国人，安尼足清楚啊，吼、哦，因是中国人走路来台湾，啊、哦、，OK， 好，来我请教，先上过高级班，再来过来补。初级班的牙齿我看到，哦，我那未少呢哈。好 ，OK， 好，我来阁继续。啊，拢讲专省啊，啊，专省药房拢有得卖，有无？电台咱听了定听即句，专省服务站拢有咧甲各位服务，有无？啊，即句唔对，要怎改？有的人会讲，啊，无改全国。哎、欸，唔对哈，全台湾就对啊，因为台湾唔是国家，咱咧若要讲，咱是大日本国的台湾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袂使讲全国，吼、哦，爱讲全台湾，无唔对，吼、哦，安尼袂歹。过来，大陆这句唔对，安怎改？你若甲一个外国朋友啦，吼、哦，你若实在外国朋友，你讲，啊，我后礼拜要来。大陆佚佗，真咱讲大陆佚佗吼，足习惯的，人人上口，啊，拢唔单讲家己讲唔对话，啊，这句唔对要怎改？无唔对，爱讲中国，因为你那个外国人安尼讲讲要大陆佚佗吼，伊头壳都咧真绕咧，哎，啊，你是对一个大陆佚佗，因为世界上有六个大陆。一个北美洲大陆、南美洲大陆、欧洲大陆、非洲大陆、澳洲大陆，搁一个亚洲大陆。啊，你刚才讲去大陆佚佗，啊，你是这六个对一个大陆佚佗，好、哦，所以爱讲中国无唔对，哈、哦，安尼做清楚。你去中国佚佗，你佚佗嘛，哈、哦，你去北美、加拿大还是美国，哦，你就直接讲我去加拿大佚佗，我去。这个美国佚佗安尼对个哈，
真清楚啊。好，过来啊，升德，升德唔对，要哪改？这个大清管台湾212冬，足寒蛮足饭烫，无在条开一条路为家人甲我开到屏东。日本政府来，1895年来，到1906年，基本上就家人路开到屏东去啊。干那西螺大桥，因为迄个工程太大。要咧挖桥墩，要咧做桥墩，是建后，这个经过美元的遐金钱，卡摕来，是美元的钱来，甲西螺大桥、电源阁有铁路啊，甲做好起来啊。啊，升到要唔对要哪改？有人知无？叫做第一线，台湾第一条。为北到南，为南到北，第一线。啊，有人讲纵贯线啊，纵贯线有人讲，啊，讲纵贯铁路有啊。头拄我咧讲迄个马卡道路边啊，迄条哦，迄个纵贯线诶铁路，啊，有人讲纵贯线呢，哦，即个即条四线道，哦，较早是两线呢，啊，即摆拢改做四线。啊，如果你若伫第一线顶悬。你若开车，还是骑好多摆，啊！你拢唔免加油，你拢加水就会走的。安尼你讲升德，我无会讲，吼、哦，啊，知我意思啦吼。哦，你若加水会走的吼、哦，你的车加水会走的，啊，安尼你讲这叫做升德，安尼无要紧，我无反对。啊，你若加汽油的，你爱甲我讲台线，吼、哦，好。啊、来，偷渡客，偷渡客唔对，要哪讲，要哪改？哦，这足个观念，咱拢用洗脑洗到戆戆，搁讲到欢喜个。那偷渡客即句那会行啦吼，逻辑上会通啦。安尼，咱若有一天咱等于咱兜，啊，咱兜钓贼头，贼头哥也袂走。你若拄着小偷，哎，小偷客你好。啊，冰箱有凉的，你有摕起食无？因为是客人客，你还个招待啊。偷渡就是一个犯罪嫌，迄、那个即、這个嫌疑犯嘛，啊、哦，偷渡犯嘛，就足简单。你若要去人个国家，你爱去申请签证，哦，伫你个国家内底先改咧，你要去迄个国家个大使馆、领事馆去请签证，摕即个签证加你个 passport 去到迄个国家入境，互迄个海关看，人看，哎、欸、，OK， 你有签证，好、哦，互你入，哎，合法。迄阵偷渡。中国人头20年前，拢为迄个福建外海有一个上大的岛叫做平潭岛，拢坐渔船啊来咱的新竹南寮渔港附近，遐偷渡起来，啊有诶去到屏东枋寮那边，为遐偷渡起来。啊，现在讲偷渡客，就是咱台湾即个海巡啊吼，岸巡的即个咧过海防的，拢中国人做主管嘛，主管嘛，报纸。电视，拢嘛中国人咧做经理咧审这个你送来的新闻，哦，掠到咱故乡遐来哦，哇，遐个人客，遐个人客啦，因家己兄弟姊妹都因共国个啊，所以伊无爱讲迄个做偷渡犯，因就甲改做偷渡客，是安尼，迄较免共国个嘛，啊，咱故乡来，故乡来的人客，哦，所以改做偷渡犯。啊，咱定咧讲，啊，即卖民国几年？咱即卖目前咧写，大部分拢要写中华民国的民国。啊，这中华民国伫1949年就灭亡啊，全世界都联合国啊拢无甲承认啊。咱即卖还佮咧用，佮咧用中华民国这个年号，即叫做幽灵年号吼。啊，即安怎改？即较简单嘛吼，即、哦、就改做西元就好啊。啊，变安怎改做西元？你就把中华民国迄个年号，甲加十一就对啊。你若民国50年出生，你甲加在就是1961年生，吼、哦，真好算，吼、哦。你甲加十一，安就对啊，哈、哦。像我即摆所谓的民国103年，啊，甲加十一就是2014年，
安尼知无？哈、哦，来，台湾总统陈水扁，啊，这句唔对，安怎改？台湾唔是国家，所以台湾无总统。你个当时日本时代，台湾嘛，敢若有总督府这个总督，无总统哈、哦。啊，这边哪改？中华民国流亡总统陈水扁。中华民国灭亡，啊，流亡走来伫台湾，因所选的总统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总统，包括李登辉嘛是流亡总统。来，台湾退出联合国，啊，这句唔对，要哪改？就敢那讲安尼啦，这个房间，啊我，哦，这支有大支哦，五支的准呢，哦，啊，请大家把手机啊关静音，吼、哦，啊那。震动你若真正有看这电话足重要诶，啊麻烦你较出去外口接吼，较袂影响大家上课。好，我拄仔讲到讲，遮有一间房间门，啊我从来毋捌入去迄个房间，啊你甲我讲你看到我为遐行出来，啊叫做看到鬼，对不对？台湾从来毋捌加入联合国，因为台湾毋是国家。联合国是以国家做单位，你若不是国家，你就无可能加入。所以台湾无可能加入联合国，所以无可能伫内底准位内底提出来。啊，你知影无？啊，到底啥人提出联合国？嘛，毋是中华民国。看到鬼啊！蒋介石的代表被逐出联合国了。啊，这高级班的是会去上着哈。然后过去的桌啊哈，跟我摆一个名牌叫做 China， 啊有一条椅啊，本来是蒋介石派代表，哈，比方派周书楷去遐坐，跟人开会。啊，即马周书楷，蒋介石代表向冠又联合国。2758捷运甲赶出去啊！中国要离啊！中国不走啊！只是毛泽东派伊个代表去遐坐嘛，所以嘛毋是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，吼、哦。OK， 好，这高级班的佫讲较详细吼。好，来，1979年美国含台湾断交，啊，这句唔对，要哪改？有人知无？啊？后来我讲一点解释啊。台湾将来毋捌跟美国建交，因为台湾毋是国家，所以无可能跟美国建交，就无可能跟美国断交。是虾米人跟美国断交？跟中华民国断交嘛？哦，安知无？中国系统的媒体。那好的就拢报中华民国，歹空的就炸台湾。台湾与某某国家断交，啊，那咧建交时，哦，中华民国又与普林西比、乌拉圭、巴拉圭、啥物外国龟、乌龟，拢哩迄个小国家拢名不见经传，拢迄个小国家，后迄个建交一个国家，讲万几个人。所以，因的一个总统来访问的时候，拄好阿扁也咧做总统，伊甲交代去沿河的秀兰国小，迄、那个国小就万几个人，比因的国家的人较侪啊。调工甲带遐较少个，阮干那小朋友即小学就万几个啊，比恁国家人较侪哈。好，好，过来为中国来的拢唔是啥物好物件，好东西。好，中国人中国话拢爱讲。那边没人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哦，这东西就是卖，哈、哦，对不？
伊敢捌听来讲，你中国人了没？你算什么南北？无嘛哈？罗马讲你算什么东西？而标题东西是败。好，啊这，你去咱台湾嘛出山金蕉，出山山呀。啊你来甲金蕉山呀，甲往西卖，卖去厦门，好不？卖不到好价钱，安那？厦门嘛有金蕉山呀，伊个纬度差不多拢五星山呐。但是你若甲金蕉山甲往北卖，卖去日本东京，上少三倍以上的价钱。同款，早期咱台湾无出产梨啊、苹果，日本的苹果梨啊，拿北来台湾嘛是三倍价钱以上，拢足好价。所以你即马台北市的迪化街，因咧卖叫做南北货，无人咧卖东西货，对吧？佮高雄的三凤中街。因讲啊，阮咧卖南北货，无人咧卖东西货，东西货拢了钱，吼、哦。所以东西都不是好东西，吼、哦。好，为中国来寒流，我屏东大屏东日头遮大粒吼。那、哦、到中秋过开始才冬冷吼，尤其寒天十二月一月，吼、哦、我来遮不是着感冒，因为温差差太大。我伫屏东才三十几度，来到遮十几度。有时啊，差别二十多，所以伊中国来拢讲大陆寒流啊，咱即摆改中国寒流，好，过来沙尘暴，好，沙尘暴以前无，好，十几年前才开始有诶，啊，即个原因就是，那毛泽东1950年代为着要抄英赶美，哦啊，发动。规个中国土法大炼钢有无？迄砖头拢起一个陀螺啊！啊，附近的树啊，拢凑坐来伫遐咧掀矿砂，讲要炼钢铁，笑的。一挂树啊，凑了了，哎呀，树啊，大部分又凑，吼，大部分拢死去。有诶，搁搬，但是有诶拢死去。死去遐根固了，遐土板袂调了，开始沙漠化。哦，东北季风来飞时。啊，就澎湖山就飞来啊！吼，啊，这几年啊，较严重的就是雾霾。这个雾霾产生一个原因，就是中国哦，近二十几年来变作世界工厂、世界工厂，所有全世界上污染、人上无爱做高，这个高度发展的这些国家吼，先进的国家无爱做的污染工业，拢落订单给中国人去做。这跟咱早期四五十年前，台湾牺牲台湾的环境权，牺牲环境，吼、哦，污染拢留伫台湾。同款，即款伊嘛咧行这条路，什么都说，只要有一挂工钱好谈，伊就做啊。所以造成足个毒气，遐毒气起来，产生咧霾害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即马拿到寒天。这个北京也好，上海这些大都市，拢像咧大蒙雾安尼，拢看袂，哪头五十公尺以外就拢雾也了，看无啊！哦，这足严重。啊，伊这输的毒气吼、哦，对咱的人的肺部的侵犯，迄差不多无救的，不可逆转。所以，所有的世界的先进国家的大公司派伫北京、上海这些人，遐干部、遐总经理，家己拢咧闹跑啊！伊讲。我大家贪这钱哦，啊！我牺牲性命，到时我得减活五当十当袂好，好、哦，所以拢咧走啊，个个根本拢走。郑成功这里，伊成功咱失败，那卖这里来吼，咱也继续荷兰人管吼。你知影荷兰人，迄欧洲人，高强大汉，佮金头毛。荷兰的方呢，吼、哦，头毛有金啊，后有诶小啊红红，所以后迄阵拢讲红毛番有无？啊，咱是台湾番，啊，所以咱迄阵诶平埔族原住民，吼、哦，你讲哦，啊你啊番啊我番，安尼咱共国诶，咱兄弟，好，啊荷兰人目睭落落鼻啊笃笃，啊你知影？那咱继续。去予关到即嘛啦！你若想一六二四年，
荷兰人来占安平了，吼、哦，刚迄一年哦，荷兰人嘛去，因迄阵算海权大国，哦，因嘛去占美国纽约阿姆斯特丹，不，迄个曼哈顿，啊，应该号一个迄个港口，甲号做新阿姆斯特丹。啊，你来看，北美安尼三百几年啊，差不多三百八十年后，纽约即马变全世界上大上先进的都市。啊，咱的台南的安平呢，即马连带台湾比的比数，较早是一户二落三万个第一名呢，台南户呢，吼、哦，即马呢，连即马变六多嘛吼、哦，台北第一多，高雄第二多，第三台中多，台南多煞变第排，伫台湾就比较第四名呀。所以你来讲，咱来迄阵继续荷兰人。大家看咱混血，啊，你知影混血吼？迄安怎讲？拢查甫的缘投，查某的水吼。啊，若混血久了吼，哇，咱拢大家高强大汉，啊，鼻啊嘟嘟，目睭落落，啊，头毛阁金金，阿强啊若来看，哇，啊，拢遮大长哦，啊，他会讲话，拢讲荷兰话，荷兰比咱的国语，荷兰语，咱就袂讲北京语啊。啊，这跟咱无共国的，伊就袂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，对不？啊，所以我这个海，所以伊先讲咱失败，哦，所以咱真啊，多谢你个中国人糟蹋，哦。台清地带，哦，我头都讲过，有够缓慢，有够笨拙，无在条开两百几年无在条开一条台一线，安尼有笨拙无？过来，中华民国在台湾，啊，我开始讲呢，中华民国海台湾，中华民国人卖来吼，咱若要美军直接占领，咱就像琉球安尼，你话咱早就回归，哦，台湾还原，伊是琉球还原，啊，咱是台湾还原，咱早就等于大日本国啊，哦，啊，咱的水准绝对跟日本差不多，我你莫看。日本时代来跟怎么比？哦，日本时代咱较早咱拢大草厝，骑脚踏车，咱即马大家拢嘛赛车，阁有高铁，歹势。你即马用现在日本来跟台湾比，日本伫四十几年前因都新干线，就是咱即马高铁。咱伫五六年前较阿变个吼时代啦吼，较创迄个高铁较创新个。啊，你若知？中国国民党因办的工程，哦，比如讲白鹅沟，哦，干那只白鹅沟，阿边啊，都升到2500亿，迄阵编5000亿哦，阿边啊2500亿就甲做开啊。啊，若互国民党继续执政，迄阵阿边啊无算着，迄5000亿讲无够，可能还佫追加2500亿，爱7500亿甲做起。大潭发电厂同款啊，阿边啊起来甲开国际标，嘛升1000几亿啊。当你若许国民党继续做，就是一直追加预算，还佫做袂好，阿变也做。比如像迄个雪山隧道，中华民国国民党弄十几年拍袂过，阿变也嘛硬弄佮弄好过。哦，阿变也做台北市长，迄阵的木栅线有无？创佮密密麻麻，创佮法国的迄个马特拉公司袂愿做啊。阿变也讲马特拉不拉，我们自己拉，有无？也给他拉成了，有无？所以中华民国今仔来台湾，你找到台湾人，海台湾，吼、哦，过来啊、哦，这个臭石头啊！我常听老一辈讲，哈，敢问新着日本广岛长崎迄两粒原子弹，嘛无爱新着这粒臭石头，因为广岛长崎才好30年后，因重建 OK 啊嘛。但是这个臭石头，到遗害百年呢。哦，伊拢甲咱教讲，我们永远的领袖呢，吼、哦。啊，即马还阁做个铜像伫学校，啊无甲请出来呢，吼、哦。啊，即款呢拢遗害台湾人，啊、哦，迄造神运动哈，啊，你知造神真济人拢信了，即马中正庙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什么？
台北迄个总统府对面迄个叫做大中至尊庙有无？我拢做阿讲迄大偏特歪，根本真正这个人歪过奇出的人，这世界四大杀人魔王排第三名，好、哦，就讲蒋介石。那么，咱来分析美国前国务卿哈，鲍威尔讲，台湾甲中华民国拢唔是国家。咱来分析，好，还是讲中华民国唔是国家，台湾嘛唔是国家，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。啊，这是因为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，啊，但是美国佫用一个美国台湾管理法，是美国国内法。美国参众院在美国拟定这个台湾关系法，无招咱台湾人做一去拟定，无问咱台湾人，哈、哦。啊，这是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，啊，即马台湾伫咧当局咧代理。境外的国内就是讲，台湾已经唔是会当咱会当随便登去咱的本土，东京，啊，是日本的四大岛。咱若要出国，爱摕暂时摕中华民国这本签证牌出去，都毋是国内线啊。咱较早含日本四大岛、含琉球，咱是国内线，但即摆煞变国际线啊。那么国家有认定的标准，咱来看吼，爱有领土，爱有人口，爱有建物，爱佫有外交权。但是台湾国敢有领土？无呢？即块领土是日本天皇的。台湾国敢有人口？无呢，咱即摆所摕暂时拢摕中华民国的护照，摕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，好、哦，所以嘛无台湾国有人口。有啊，台湾政府派一个，这个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，嘛毋是台湾政府。啊，咱有23个小朋友国家这个外交派一个，你甲摕伊个建交公报，拢是中华民国的外交部去跟人签的建交公报，毋是你台湾国派代表出去跟人签的。所以台湾国唔是国家，啊，中华民国已经流亡，所以中华民国嘛唔是国家，吼、哦，所以这四个标准，台湾国拢无，吼、哦，好。那么林派姐，你时间的关系，我刚才讲广告者，一开始要作者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我无时间去讲啊，我就广告者为止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